我们接下来就要等一个神秘的嘉宾，送给他们一个礼物。哎 ，Mark。惊悚片哦！啊！吓我一跳。哪个是 Mark？ 你们是双胞胎吗？三胞胎。是不是又一会儿大哥下来了？你转头，居然又有一个。我想做一个衣服给老婆。您是我们开店以来第一位男士。哇塞，他要打裙子。哇塞，他打的好好秀。出来看一下。有点瑕疵。这衣服没有腰的，你发现没有？可以打车回去了吗？是谁？你咋了？是我的外甥。哦，但是你变丑了。我以前是说哥哥很帅的。那个丑我只是近视了而已。我把他叫过来也是想看看跟小朋友是怎么接触的。你现在太胖了。小胖鼻。把你们这两个大人就一直攻击人家胖。他们压根没有想自己去适应小朋友，他让小朋友适应他。怎么了？我害怕。丑哥我不敢。他尝试不来的事情你别太尝试了。你下来了我也不上去。陈大热。他有没有资格当爸爸了你觉得？Hello Hello Hello， 那你们起床了吗？起床啦！起那么早啊？好美呀！那莎莎群姐妹，姐妹群。我们接下来就要等一个神秘的嘉宾。至于是谁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艾姐走了，又有一个新朋友来了。是这个房子吗？对。找出来，他们这两个颜色搭的。试下这套，下面如果要穿白袜子，对，给它加点那个毛毛或有一些女性化的东西，可以了 ，OK 了，Crimson Typhoon, General Alpha, I want you to front line the harbor. Stay on the Miracle Mile. 我阳光，我忧郁，我霸气。干嘛？没见过大美女啊！你扛不扛揍吧？你这臭脾气，能不能改改啊？小女子御夫有方啊，你们就别担心了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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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小麦，好的好的，马金月，哎你好你好。我们下面会看、啊、看你们的这个片子哦，是吗？嗯，哇哦，期待有新的东西。咱们去超市了。今天你想吃啥？你呢？你想吃什么？一会儿去买点。因为我怕我真的要吃这种牛排，肯定不会吃油的东西、啊。若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带他喝奶茶，听不？比我小，比我小，比我小几岁。找一个比你小的老公，你敢想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就是小有小的乐趣，所以可能就是有很多那个想法或干嘛，会让你又笑又气的这种感觉，就是让你哭笑不得。对。她老公是我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老公是我。在后面黏着。你们这一对，我们这一期看看做饭你是怎么黏在后面的。Hello， 姐姐。是谁？在敲打我们，是谁？哎，没有人。啊？哎，
张总哥哥好。这是。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姐姐，好久不见。谁来了？是我的外甥。哦。但是他会叫我姐姐。啊。呦哎呦。长胖了好多呀。你这么会聊天？对女孩说长胖了。但是你变丑了。哇。是因为头发的原因吗？我也说我这头发剪得不好看，他们说都说好看。你小孩是最真实的，是很丑吗？是很丑，拉低你的颜值，拉到最低。你打扰了。没有丑啊，我老公怎么会丑呢？我发型丑了。你是不是猪油蒙了心了？你看不出来的。你们都说好看。张小哥哥哭了。没事。我戴个帽子。这样好看了吗？这也丑，这也丑。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。这也丑，他不满意。我云，哥哥以前还可以吧？以前你不是这样说，以前你说哥哥很帅的。没有啊，你不是看那狐狸的夏天，觉得江超很帅吗？那个时候我只是近视了而已。现在近视好了是吗？对的。你是不是彩儿姐派来的？今天是北京一日游，北京一日游的朋友来看着我的小旗子，跟着导游走。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汉服吗？不是，这正常的。我走了，我觉得我做不出来。可以做出来的。我们先参观一下我们今天要制作的衣服吧。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，啊，这个好可爱。确定那个吗？啊，最现实的就是做那个。其实我也想做那种。对，那就其实跟这个差不多。啊，对对对，差不多。点都没有挑，没关系。都你试下我最新的衣服呢。啊，好好好，快，重头戏，重头戏了。期待他穿啥样啊，大姐好了吗？放歌放歌。哦，还真不错哎。哇哇，还可以呢，真的漂亮。哎，真的很可爱哦，挺适合他的。他挺像个裁缝的，你觉得吗？张裁缝。啊，真的漂亮。哎，后面才漂亮，后面，哎，前面这个领子也挺好看的，哇，真的挺好看的。你看这表情，是那种欣赏自己作品的表情。是呀、啊，忙了一上午，感觉可以呢。就那边有点瑕疵。来了来了 ，Hello。还没画底妆。嫌我丑了是吗？我腿粗了一点。腿。我这样。马上生的人了，我现在就很激动，我想今天就生。哦，多。姑说间歇有点长了，明天四五分钟一次不行了。来，张嘴哈气，张嘴哈气。好不痛。哎呦我天哪！不要使劲了啊，不要用力。吓坏了。你爸因为你们的事情，好多晚上都没睡着。他才是真正的焦虑。我爸有多焦虑，在家里面摔碗，然后自己打自己脸。为什么？他想不通为什么结婚要选这个人。如果我们一家人都超级相信他，如果他真的是个骗子，那一家人都骗进去了。他骗了你一个，真的相当于骗了你全家。快点赶时间，现在导演在这里，我着急。你休息演技了吗？你还看衣服？我跟他们说一下。我做你的工作没问题。你非做？不相信我吗？我把事情处理一下 ，OK， 谢谢。我们现在就搭，让我找出来。有点多了，不要了，换两个都是中性，不行。那鞋太浮夸了吧？拿走。好，不理我。好，不送了，拜拜。我帮我泡好了。因为有了共同的期待，
这些让人崩溃的时刻竟然也变得可爱起来。老公，宝宝踢我了。准爸准妈报道，记录迎接新生的每一天。